走，怎么要不要哭？我没有要哭，我没有要哭，我真的有些话想对吉他社的所有各位讲，因为我觉得办这一次惩罚来讲，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。然后还要谢谢很多学长姐的给我支持，当然还有同届啦。然后我觉得办这一次惩罚真的让我感觉到我真的上大学，我在玩社团的那种感觉。所以真的要很谢谢吉他社的，不管是学长姐还是同届的，他们真的在这次惩罚之中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跟帮助。然后再来还要那个谢谢我们的阿金老师，因为阿金老师在我这次惩罚有很多困难地方的时候，是阿金老师适时的时候给我那个意见。对，那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颁发我们的感谢状，请总招留部，然后邀请 PA 黄宏